孙国轩加油，孙国轩加油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孙国轩。红色的是主办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你跑得好快啊！哇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我知道。你们要不要站一起？我帮你们照一张相，来，主办的，那个蓝色最后跑到的，来，张嘉玲，陆江。好，那个哪一位同学？好，没关系。红色最后一棒，你啊。王陆佳。来过来，最后一棒在这里。哦，第二名呢？第二名呢？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！陆佳，加油！我陪他吧。陆佳，直接往前。我陪他吧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加油！陆佳，加油！王陆佳，恭喜你跑完了，好棒了，很好，你很努力的，我们都很努力啊。来，二年级准备吧，一年级老师，你们都很努力。谢谢你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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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年级，一年级各班，语文老师是一把水手带上的。昨天几个小朋友跑得很快，我们来外面拍一张团体照，我们来外面拍一张团体照哦。我们上次是三次运动会的时候，这次我们也来拍一张团体照。尽力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们尽力了。
来出来。好，要正式的第一段是什么？谢谢陈冠霖老师。好，一二三。谢谢陈冠霖老师，二年级班祝大家圣诞快乐。耶、yeah! ！好。第二段再一次啊！一二三，谢谢陈冠霖老师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！大家快乐，大家快乐，大家快乐，大家圣诞节快乐，圣诞节快乐，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，祝你今年生日快乐，圣诞快乐，中秋节快乐，圣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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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乐。